嘿，大家好，我是Sing，好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那么这一场影片呢，我们带来是拉兹一个实战解说。那这一场真的是相当的精彩。这一场呢，在前期选角的时候呢，反正误选了，我们最后没有打野。那你可以看到前面的人一直疯狂来乱野，马洛斯是一个乱野神角，在前面一等的时候一打多是没问题的，但终究呢还是双拳难敌六手，直接被我们收掉。那这一场我们的汉阳呢是相当的火爆的一个浪子啊，其实这个有一个故事一个渊源，但是反正打到中期的时候呢，我们开始有点小小的内斗，但是也不是内斗，因为我跟我朋友三排啦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一支汉阳在那边哦，他打得不错，我说实在话，很多人都说我的影片一直遇到屁孩，不是哦，但是这一场呢怎么样，我们中间被汉阳呛了一下大爆发，到底怎么样爆发，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一样的带来更多的观念给大家。那拉兹这个角色呢有四段的控制啊，加上自己的普攻哦。这边看到的队友呢想要吃龙啊，但是我们因为没有制裁，那这边其实那个龙只剩一点点血量，我们来牵制对方的这个辅助位。这时候马奥斯过来，马奥斯过来我们要注意一个点，就是注意他大招跳在哪里。其实他大招一跳下来，马上二技能大招拉回来普攻一下，这马奥斯是很惨的、哦。看一下马奥斯现在血量是蛮多的，那但是我们在这个后方做一个 poke 啊，这边抓到一个位置，大招给他抓回来，我们有输啊。这边再一个二技能，但是马奥斯直接用大招跳走，好、哦，很可惜。不然的话呢，刚刚的马奥斯呢，其实我们是有机会一个闪现，再一个一技能把他收掉的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对方是这个林地打野，我这边是想说要偷一下对方的红，可是发现对方马奥斯居然这么坏啊，残血不回家，这时候我们就蹲在这边，我们看戏看什么？看你妈妈流鼻涕，一个一技能直接大招轰流砍轰出来之后。看到对方的林地杀过来，这边一个二技能哦，让自己有一段位移之后跑掉。这边看一下，这边我马上的其实本来是想回家，但是不小心被弹回来。这一个一技能，再用一个闪现，顺利的在二技能做一段位移拉掉。哦，拉兹的逃跑的方式也是相当的 good 啊，大家需要去练习一下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中路这边，转角遇到对方的貂蝉，他居然没冰到我，我傻眼，这个千载难逢的冰死我的机会居然没有掌握到。这马奥斯一直想要弄我们这个牛哦。很会撞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觉得这牛因为我跟他搭档蛮久了，我发现他的这个观念啊真是蛮厉害的、啊。这边看到对方的两只啊，哇，一个凌波微步，一技能是空掉了，这边马上这样二技能做一段位移拉掉。那我们再回来再看一下，那拉兹这个角色呢，他呢在前期的劣势就是他清兵线能力很慢哦，很慢，通常兵线都进塔了，那个兵线的经验跟金钱都比对方法师还要来的少。再就是他的支援哦也很慢，因为你的不能说支援慢，因为你清兵慢，所以相对来讲你支援就会少，晚对方一截。我们来这里做一个蹲点，那看到对方的瑞克，我这边因为看到了对方有三只在附近，所以我马上做逃跑。但其实我们这边刚刚我仔细回想一下这个画面哦，我应该可以一套把他带死，因为刚好书有打到他。然后我们这边看到牛毛在蹲，我继续靠过来再蹲一下。这边又看到对方的林地，我直接本来想要大招，但是发现哇伤害还不够，只能打掉他半条血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牛魔王站在一挡三呐、啊，马上帮他做一个 poke 缓速之后拉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简单讲一下装备的部分，基本上拉着的装备就是这样啊。好，那在右上角呢，这个爆裂权杖绝对是第一把要出的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汉阳呢，开始凶凶了。我这边直接先收掉对方的貂蝉，但是躲不过对方的这个林地的伤害啊，最后还是嗝屁啊。那这个装备的部分呢，第一件我们一定要出爆裂法杖。爆裂法杖它一个 CD 啊，可以造成额外的魔法伤害 ，CD 是5秒，对拉兹这种持续 poke 角色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。那再来呢，你可以选择我直接上一个皇冠啊，皇冠直接增加我的输出啊。那之后呢，再选择出这个生命啊，生命法杖。生命法杖出出来之后，你的续航力就够了。之后我们再上这个穿透装，最后一件装呢，我选择带凝霜宝珠，不带复活战甲，原因是因为其实凝霜宝珠就是对法师来讲是很 OK 的。那这边呢，我就是觉得我们的这个汉阳真的蛮屁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不是说要不要呛的问题啊，这是你该给他一点教训的，不是说放任这种小朋友，那是半夜打传说，然后这边人家你想想看啊，我们工作辛苦了一整天。哦，很疲惫，抱持着
这种疲惫的心灵，身心俱疲，平常面对上司哦，然后呢下班呢想说好好的来玩个游戏休息一下，谁玩游戏是为了生气气啊？有人是这样吗？没有嘛。当我们心情很放松的时候，想要 happy 的时候，想要在今天这个整个夜晚做一个完美的 happy ending 的时候，哎，妈遇到一个屁孩在这边这么呛，你说你不生气吗？对不对？不要这边正义魔人啊，我说实在话，你们这些正义魔人我真的是看够了。我请问一下，你想想看我们这些上班族，你想想看这众多的上班族，我们就为了好好的放松，好好的泄恨，难道我们不打算说去抽烟吗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难道你能把你老板怎么样吗？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呢在想要享受一个好的这个游戏环境之下呢，哎，就冒出这样的屁孩，那你说难道要让他继续残害其他人吗？对，这不呛他，这不行啊。对，顺便抒压一下，来看看这个领地，我只能讲你就是怎样，没办法哦，就是抓到你了，去死吧，兄弟。好，那这个汉雅呢，中间呢要说了，哎，你看一下你的数据，再看一下我的数据，哎呀，吓死了！我想说，啊，真的，他数据蛮漂亮的，哦，真是蛮漂亮，不得不说了。但这时候我们就激发起一股真的想要杀人的欲望，现在见人就杀。那看到对方的辅助从右侧走过来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黏到这马洛斯哦。这马洛斯也是相当难缠，这一个大招之后，哇，发现没有大招啊，太可惜啊！不然刚刚这个马洛斯我们是可以把它收掉的。而这时候我们一坨人挤在这边呢。好，我们来这里呢看一下状况。那其实像这种呢，误选啊，选到没有打野的队伍呢，其实在抢龙的时候有一个优势，就是我们先打人，不要打龙，因为你打龙也没屁用，也不可能抢到哦，所以还不如把精力放在打人身上。而要抢龙的队伍呢，会把技能放在抢龙身上，所以我们这时候只要怎么样哦，渔翁得利在旁边就好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我们就是那黄雀，对，那个龙就是那只蝉，我们就是不要去打龙，打人就好，把技能打在人身上。我跟你讲，他就算了，哇，还有龙还怕帮你助攻，你知道吗？还帮你挣给他们一个 CC 技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把握这个机会，然后看这个貂蝉，然后想逼我，又看马洛斯先做一个后拉，但是我们瑞克很凶啊，瑞克等一下，你没有进草啊，进草一下，像马洛斯这种跳跃我们就最喜欢了，哦，一着地之后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二技能完美的 miss 掉，看到貂蝉已经没大招，直接过去大招轰 Lucan， 也不用大招了，我们普攻就把他带走。这时候呢，这马洛斯真是相当硬朗，牛魔王前来救驾，看一下对方灵帝这边再一个二技能大招直接蒸发掉，但他有复活战甲，瞄他那边之后。射了一下，但没死。哇，我这边再被他普攻一下就会死，马上的先扣一个撤退，我在后面看一下状况。啊，我们再回来，我们绝对不是这种见死不救的队友啊。这边看到对方的马洛斯，他只要劈到我一下，我就会嗝屁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边我们进行一个死亡三角洲，百慕达三角洲一个交叉式的一个围殴这马洛斯。这边一个哦，马洛斯大招又来了，哇，这个一个会战跳两次大招，可见这会战打多久。这时候呢，我展现出我的二技能是多么的开始失灵啊。不过没关系，这边开始呢又回准了二技能，哦，这边再打一下，再一个二技能命中之后，最后一个连续四个二技能 ，bang 下个啦嘣，直接收掉对方马洛斯的人头。哦，这个前面先练枪嘛，练一下嘛，练枪形态嘛，对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战绩好像开始不错了啊，感觉是比汉雅还不错哎。好，这个瑞克在那边是站桩着，我傻眼。好，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我最近还遇到一个钱很压，但是遇到一个人，他是上班玩，就他说客人来没办法玩，我真的超傻眼啊，但是蛮好笑的。那反正那时候就是一个很欢乐的气氛，所以我觉得还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游戏嘛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因为有这个生命法杖，所以呢，其实打这种小野怪就能够回血。好。那拉兹的角色呢，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玩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，我们尽量蹲点哦，尽量蹲点的方式，一套直接给他轰嘎啦下个蹦，直接轰掉对方的人头，知道吗？不要那种明目张胆出现，我们要把自己有点当刺客在打的感觉。好，好，我们这边就是让这个射手把这个红 buff 拿走，来我们这里做一个蹲点哈、哦，蹲点，看一下，这个汉雅直接过去帮我们呢去做一个这个掩护。啊！我一直躲在草丛里，他们可能以为这边只有两个人。那这时候呢，我看到对方灵帝出来了，我直接一套直接收掉对方的灵帝。这边看到对方马洛斯再做一个 poke， 那牛魔王直接赶过来，先再一个一技能挑飞之后，哦，搭配队友成功收这个。这边二技能打到对方的力量此时开了一个加速。我这边蛮想要进去搞他的，这边一个二技能先往后拉，牛魔王又继续持续弄他。我们这边先拆塔再说。那这一波漂亮的哦，成功的哦，拆掉对方一座塔。那现在还有一个貂蝉在里面，我们直接去召回他。哦，这边生命法杖的被动被打出来。这时候牛王哇，这一拳冰在那边真的太帅了。这边做了最后一个控制技能了，让队友呢成就队友的一个这个就是什么
就对，就成就队友，牺牲小我，成就队友，是不是？我玩就是哦，就是这样啊、哦，很简单的啊、哦，不需要去跟这个队友，我们用实力证明啊、哦。那他说呢，数据哎，数据说出来，发现输他没办法，我们实力证明我们可以赢他，好不好？那最后呢，最后 OK 的，好 OK 的，好。那今天这一部影片我们到此结束。如果想看我玩什么角色，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啊、哦。那如果喜欢影片，就订阅一下 YouTube 频道。那么到我的好吧，就到我的 Instagram 去追踪一下。那么就下部影片再见面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